老板，国药养好的那件好款，对皮的。好，赶集，现在是下午的10点多钟了，猪肉也便宜了。这样子红刀切带排骨的，他说算10块钱一斤。15块，十斤半，才5块钱，妈的，哎呀，我就不行姐，别家里给我联系，啊，15块钱，那是，好了，也得，那都发到写本来都能做，这些钱也有，写一块钱进去过来，那都包，写一块钱进来。怎么感觉这段时间的猪肉又便宜了啊？前段时间都涨到15块了，然后好像早上的时候听他们讲是12、13啊，现在我买的10块钱一斤，真的很便宜了。他那个老板说他亏了1块钱一斤，他吃了几百斤啊？你看，哦，红枣炖鳖嘞，炖鳖，桶子是奶奶的香芋头，在卖芋头。还有东西吧，那没得的，没有，那没有，好了，不行，啊，也得的，好了，嗯，这个是黄心的，还没软，对，就是马上就摘了黄心金果，你把那个果拿回来了，对啊，黄心金果，那我买了几个，就是拿回来试试一下，有一个软的，你可以试一下嘛，那个软的呢，那个小的。我们家浩哲最喜欢吃，他们在睡觉，等他起来就是。看一下这个虾，这个虾他是给我算43，没有了今天。43。没事，给他们。然后那个猪肉，今天那个猪肉10块钱一斤，你看一下那个肉怎么样？11块。嗯。哎，这是什么菜？哦，我记起来了，我买的红包。红包？你在网上买什么了？便宜点。你到那里拿快递还有2-3块钱。他说我每次买猪肉买的没有，是看猪肉便宜，他10块钱一斤，你买排骨要18嘞。这有多重？10斤半，没有味道了，我闻了的，没味。嗯，老妈你要多一点吃吧。对啊，老妈拿一点去吧，搞那个米粉肉吃啊，粉蒸肉。你让他去搞点炒鸡而已哦，炒个鸡。主要是便宜，我想我反正到时候可以放冰箱里面慢慢吃嘛。拿到童子锅。童子锅也是10块。不是给你补充营养嘛，你以后月还有好多喝点汤嘛。谁去借？正好那你昨天不是开了一个那个补药包吗？然后搞点瘦肉好。嗯。把那虾拿出来。那虾刚好过来养刚好冰箱。嗯，放冰箱里面分块的冻起来，慢慢吃。赶集都买不到这个虾了，太抢手了。没事，他剁一下就好了。我忘了。回收相见，最好做粉蒸肉吃。有点做。嗯。这个的话，我们就拿来炖汤。这个就明天早上搞粉蒸。这两个就打冰，这个就保鲜。走，要拿个砍刀过来。小心一点，我看到你的手指了。不会了。小心，你今天晚上是炖童子锅还是炖排骨啊？炖童子锅嘛，炖点胡萝卜嘛。好了，那你就把排骨收起来是吧？打冰啊，这样，不然这么大部分的肥肉都坏掉了。我觉得这样子买肉划算一点，知道吧？他们说这个肥肉是赚的，反正这个排骨要这么。这个排骨都要那么贵吗？要十。18。这里有一斤多，估计有1-2斤了。这里有1-2斤了。小西，我看了一下，这里面一只活虾都没有了，没叫那个老板放点冰块放里面就好了哦。真的。你是不是买了才去集体的？没有啊，我回来的时候才买的，只不过他卖的是最后这一点了，没有了。我觉得这个越便宜的东西越没人买，越贵的越抢手。这个虾是必须要抢手。对啊，你看那个猪肉10块钱一斤都没人要。
小心你不戴个手上，你这样子刮伤药皮，等一下手痒哦。还好。小西，因为前段时间他那个煮饭的锅不是坏了吗？我听弟妹说这个锅很好用的，我们也买了一个尝试。这谁家的鸭子呀？怎么跑到我们家来了？这么多。这个是一个电热锅。电热锅吧？嗯。七彩什么？七彩铃铛锅是吧？七彩叮当锅，这个是一个勺子，可以炒。弟妹说这个煮面条很方便的。啊，这个确实很轻巧哦。对啊。像一个勺子。这上面还可以蒸鸡蛋什么的，有一个蒸锅。先把这个第一道水先煮一下吧。消下毒了。我们先吃。这个还弟妹说给小朋友煮面啊，煮稀饭啊，然后炖汤啊，什么蛮方便的。再见。可以了。现在把这个虾皮剥一下，等下就剁碎。小白。啊。买点饺子皮回来就好了哈，可以给他们做点虾仁饺。嗯，你有没讲？忘记了。好，我爷爷睡得好香啊。还没起床啊？对啊，要不要把他搞醒？等下晚上又很晚才睡。等一下嘛，我先把这个菜搞熟，再去叫他们吧。把这个姜蒜炒一下，把这个芹菜先炒一下，先把这个香放上去。爷爷吃吗？他也吃。出锅了。哇，阿姨想吃吗，宝宝？明月迫不及待想吃了，现在还太烫了。童子骨汤炖好了吗？可以了。这是你炖了很久。嗯，我先把童子骨炖熟，然后再放胡萝卜的，这样子的话汤就入味一点。那个骨头里面的那个骨油能够炖出来吗？嗯。小白尝一下，你不是说我盐放多了吗？怎么样？还好。哦，我看那个盐，这样那么多下去。嗯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好吃呀。要吃了吗，宝宝？嗯。好，要吃好。还有你爸妈抱着你才吃啊？人家刚刚睡醒嘛，不是刚给他换了尿片吗？嗯。想要你抱，知道吗？有一个啊。还放一个啊，是吧？好了，生怕没有了，还有很多啊。哦，我走了。啊，我走了。
小新，这个辅食做得不错啊，今天月月蛮喜欢吃的，嗯，吃了好几个了呢。嗯嗯，喊奶奶，喊奶奶去喝汤了。好了，吃完这个算了啊。嗯，给他喂点饭算了。剩下的就给浩哲吃。你看到没有？他一口塞一个。还在看，这碗里还有多少，是吧？没有了，子子。你吃点存在菜了。嗯，一口就吞下去了，一口就塞进去了，就放了点那个虾，然后放了点胡萝卜，放点那个裙带菜煮汤的，这个汤确实比较鲜，我尝了一下。明天我们去买各家老鼠的啊。哇，我们浩爸很棒啊，刚睡醒哈、哦。嗯，这里面放了虾的，知道吗？放了胡萝卜。啊？不吃，那你要吃什么？他就要吃那个虾丸。这个虾丸好吃吗？好不好吃？要弄条老鼠吧，没有了，是什么？